在很多有宝宝的家庭都养小动物了，其中狗狗特别受宝宝们的喜爱。当家里有宝宝又有狗狗的时候，爸妈总是能看到很多有趣的画面。两个可爱的小家伙总是喜欢黏在一起，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互相抢东西了。一只狗狗抢宝宝的东西，宝宝奋力反抗。接下来发生的一幕，看完。